Gentlemen， 欢迎来到象棋王争霸赛总决赛的现场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陈卓。现在我们看到红方和黑方之间的战斗是十分的焦灼啊，红方象五进七发起进攻，黑方兵四平三拿下红方一子，红方接下来该如何选择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们现在下棋的水平已经是不相上下，我自诩下棋四平八稳，但在我下过的这么多盘棋中，这一盘我始终没有办法破解啊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双方竞争处于非常激烈的状态，处于一个白热化的阶段，但是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陆博是处于劣势的，如果他下不棋下坐的话，他将会与冠军失之交臂。子攻杀，这是步险棋啊。Thank you.
军将军，红方利用小鬼做龙庭插法，以红兵配合红马将死黑方，恭喜红方获得了最终的胜利，让我感叹年少有为，胜利属于我们的红方陆博。